给顾海呢？傻。那还有呢？没有了。就是傻。对。OK， 好，你们仨这一堆都是好的，那个就是比较。对，那个抛开别的不就是傻？就是傻。哎，你觉得其实，在剧中的话，你们四个人谁跟四个演员谁跟自己饰演的角色是最近的？黄景瑜啊？你的意思黄景瑜也傻？没有，我没这么说。所以你觉得他是性格本身就跟角色是很近的？对，他跟那个顾海这个角色比较贴切嘛，都比较爷们儿，比较霸道总裁，比较霸道总裁那种感觉。我明白世界的真爱，只因